布谷鸟在歌唱啊，这是星期六，这小鸟还是非常多的，阳光非常好，晒太阳，布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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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是我们这个院子的小锁，这样的话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了。就是这么简单的锁一下，一把过去的锁，这一锁他就不能进来了，进来的话就是违法了。你看这个鸟，这个大树还是比较好，这黑鸟比较多呀，黑色的小鸟非常多。这是我们的赛一架，还有这种赛一架，看看这边还是有这个橙子，美国的橙子。我们前院有棵树，这后院没有树。然后这上面有这种密码锁，这是有个车棚，可以停两辆车，可以在这边。然后这是阳光明媚，干啊。这是洗衣房、烘干机、洗衣机、锅炉，然后这是冰箱。冰箱里现在东西不多了，牛奶喝完了，肉吃完了，需要买一些。然后再这边是